你能站吗？可以站，坐不下。您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我叫汪碧丹，今年24岁，是渐冻人患者。我们是在最近这段时间根据一些社会事件和公益活动了解的这种病症，渐冻人，俗称肌肉萎缩症。随着一部分的肌肉慢慢的萎缩，导致最后心脏衰竭而死。你这个病症是什么时候发现？3岁。你在继续治疗吗？我现在在治疗。那这些医药费哪儿来？之前是我爷爷奶奶种庄稼种来的，种粮卖粮食给我治病。现在我奶奶跟我爷爷年纪都大了，然后我爷爷眼睛也瞎了，所以我们家里没有经济来源，都是一些社会上的爱心人士捐助我们。